江汉关的钟声第一次在凌晨12点响起，长江灯光秀从未如此绚烂。依江而生的武汉人对江的热爱在骨子里，在长江边想念长江。想念每天清晨的轮渡，想念过江的人。武汉重启的第一天，我还是想去看看他。4月8号清晨6点半，第一班轮渡。今天是4月8号，现在是早上6点26，我准备坐第一班轮渡，现在是在中华路码头，待会儿会去江汉关。然后在武汉生活了24年半，从来没有这么早起坐过轮渡，感觉有点激动。我是登船的第一个乘客，第一个乘客。你们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吗？对对对，第一天，我们能做第一天副航。哎，江总，你们好。即使空荡，此刻也心安，因为我知道，下一趟，以后的每一趟，船都不会太寂寞。15分钟，从武昌到汉口，从中华路码头到武汉关码头。我现在下船了，感觉好不舍得。今天第一天复工，熟悉的感觉也回来。武汉人都是很不服周的吧，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你们都能坚持过来。当寂静的江面等来船只，当空荡的轮渡等来过江行人，当春天等来春天。武汉，我们回来了。武汉，我们回来了。